有很多粉丝想看我玩蛋仔派对，嘿嘿，那就开始吧！必须收拾漂亮再出发。买油烟、吹头纱、月球兔、水蜜桃，就喜欢水蜜桃。水蜜桃和灵瓜瓜的组合叫我水蜜瓜吧。派对开起来！第一关是波涛迷宫，没问题，我最擅长玩迷宫了。准备出发之前，一定要先挤到前排，这样出发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个冲出去。滚蛋啊，走啊！哦哦，这什么台阶？第一步，先要从这里跨过去，在它升起来之前，来一个滚蛋，吃到一个道具，继续往前走。现在继续通过第二个台阶，又有一个下坡，怎么那么多台阶啊？我的天哪 ！OK， 还好我聪明，嘿 ，OK OK， 现在已经把很多人都甩在我的后面，我感觉这关迷宫对我来说小 case， 轻轻松松的。现在要找准通路的方向，不要撞到绿色的墙哦。继续往前走，哇，我把一个人给撞下去了，我好厉害呀，哈哈，不能被他们撞下去了，这里有烟雾弹，换一条路。哇，那个跳楼梯子又来了，我一个蹦，嘿嘿，差点掉下去，好险好险，吓死我了。我去找武器。